抱歉，法系秒起给到对面压力，飞机随便飞，我操，直接飞过来，直接神的，这脖子啊！神木林秒出去的那一刻，怎么样，哥的输出还可以吧？有没有压力？当对面驼子感受到压力后，一把飞机飞出来。五星上将麦克锋芒将军表示：“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打？”大型纪录片之《豪门剑会》，获取并摸高压电，狼麻了，将持续为您播出。点的直接干和尚，砸3700，那石头林肯定有连环击了啊！2000叶罗莎伤害非常高，都打2000了，能打10000血加3700，13700。再加石头林连环击，和尚有163，不一定能死啊，而且可能会有宝宝顶大金啊，有和尚这个引攻可能会顶。好，五竹叶罗莎出手，还有弹甲的，好顶给了女儿村，好引攻没有那个，石头被放下了，应该伤害不会太高。破血清一只3800，4000 OK 掉了啊，法系可以清一只，三叠或者竞技舞都可以。好，和尚直接活女儿，防着女儿的点杀，破血皇宫点，那不好意思了，和尚死不了了。对面没给诅咒啊，但和尚是对面地这个化身给的那个三叠一只，化身给的玉琴，这化身给诅咒，给诅咒也不一定死。这个和尚163都没出呢，开局对面天崩开局，属于是欺诈是梦幻开局。好，开掉和尚，黄泉之息一把抓。2600，但是有小死亡是解掉了啊，再加个血雨打出163，两只叶罗刹出手，和尚可能会被压倒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没小死亡。再神，神不动，好，直接行起，行起其实18000的血啊，行起的话这个女儿村怎么办呀？好，小死法系，单神木的一个点杀，直接换虚。那反正神木砸出163嘛，对面没有补刀宠，其实也无所谓啊。他没单位补刀的。什么163都没出，玩毛！就是猪八戒打 PK 不喜欢罗不喜欢罗汉，对，他以前打 PK 就是一直不喜欢罗汉，但宝哥也是不太喜欢罗汉。问他为什么不罗汉，他说一条小龙有什么好罗汉的？他说。呵呵，女儿被偷了，石头要做女儿，哎，这没跟，这总跟了吧？死了，女儿一死要被延长了啊！落宝砸盾没砸掉，双砸盾砸掉了。摄魂石陀削了要伤害和尚，无魂石陀平砍一刀5000，漫天花雨。运气不错，贴了一下连环过来了，再给和尚顶一个，应该死不了。这个血量魔镜加连环，石头的速度没法系快，打5000血很多，就是死不了。连过来1900，那这个死不了了，还会贴着呢。哎，没跟，巧了，石头巧，石头巧的关键可以延长了，而且吸了女儿的小死亡，女儿也可以起来了。什么？怎么死的？啊？这？好，拉出坤。女儿是尸体，挂小死女儿村直接死，琴音三叠轻敌停，牛逼！点杀队长，你这死不了啊！这队长血牛，血太多了，要被翻盘了哈！双杀了，双杀小涛还有零元双炎，16回合2.0元双炎，扛不住了啊，够不闹了。3个尸体了，你
几把点三当舔的狮驼灵死了之后，对面也没什么清场能力，倒还好。一直舔无魂的狮驼杀不掉你，这无限飞机。来，不能神熬。哇，什么？出事了！什么？这狮驼还能神？输了，这死命扛不住了，抬走了呀。